者吴婉婷台北报道。登山界正迈向到张乔瑜近来转战演艺圈，但他仍不忘登山梦想。最近挑战位于尼泊尔边境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，并于尼泊尔时间5月16日下午1点攻顶成功，成为第一名攻顶成功的台湾女性。她在山顶上开心和家人报平安，也透露很想念台湾在地美食，而她目前正在上山途中。世界第四峰洛子峰海拔高达8516公尺，登顶存在高风险。过去曾有登山怪杰李小石于2013年攻顶，成为第一名攻顶成功的台湾人，但他在下山时因体力耗尽昏迷，最终命丧洛子峰，令人遗憾。如今再有台湾人挑战攻顶成功，詹乔瑜也算是完成了已故登山家李小石的遗愿。詹乔瑜也在脸书上写道：谢谢我爹刘坡耀教练，我妈张哥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谢谢你们没有阻止我前进，总是默默关心我，现在一切都好，唯独太想吃豆花、芋圆、鸡肉饭、火锅烧，好吃到饱。